3, 2, 1, action! Anu, imutan anu! Eh, 不是讲要减肥吗？哎呀，明天再减肥。今晚要早睡了。哎，胖子啊！哎，罗伦，很久没有见了。是啊是啊，哎，我现在没有空啊，我们下次约。下次喝茶了哈。OK， 下次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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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到了吗 ？On the way，On the way。我没有衣服穿呢。Yes！ 罗伦，你喝醉了是吗？我没有醉，没有醉。睡半个钟吗？宝贝，你不开心啊？没有。你生气我？没有。还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没有。等一下再做啦。完了，谁放屁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不是我，白色的鞋很容易脏哦。不用紧，我买了，一定一定一定会擦干净。嗯。哎，队友，现在要去哪里吗？现在啊，我没有空啊。今晚嘞？今晚？我也没有空。明天嘞？明天？哎呀，我明天刚好有拍摄啊，也没有空啊。先生，今天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有特别优惠哦。哦，我考虑一下。而且只有在今天而已。哦，我考虑一下。84.6？不是我肥，一定是秤的问题。对，一定是秤的问题。这件衣服好像有点小了喂。嗯，没关系啦，先收着，等我瘦了再穿。早点读了。哎，你 OK 吗 ？OK 啊，没有事。OK， 不可以再花钱了。最后一场了。我下次真的不要这样这样做了。开心啊？没有。你生气我？没有。我都做错了的人是吗？还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没有。哦，那我走。还没有超过3秒。84.6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就83罢了。啊、哦，口袋有东西。啊、哦。我有穿裤带，啊，我有穿衣服，啊，84.2，秤的问题。